教练呢？老师，我在山上有看到教练。好，老师，早上我也有看到教练呢，他好像在跟别人玩捉迷藏哎。教练，当教练又不是没有薪水，为了钱，只好留下来等吧。这村子真穷啊，穷到让人都没有希望。你就是我的希望啊，帮球好，是我的未来，我将来不后悔。 从山里看着水流磅礴，阳光也照耀我的胸口。汗在滑落，瞬间蒸发成勇气笑容。前方的路我不怕，多崎岖多难走。我看一张一张天真面孔，青春无敌放不下执着。大声嘶吼，人有爱也有痛。 决定一个梦，我就要放大到整个地球。 Free world， 请为我加油，要做自己最完美的英雄。冲破每个慢动作，你绝对不是对手。凭着直觉冲破，胜利追来碰头。 Free world， 会为我感动，要做自己最骄傲。 我要坚持到最后。李正，教练，今天要训练什么项目？ 大家抬头看一下天空，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。用来练球，是不是太可惜啦？所以，我们今天继续放牛吃草。哎，天气好跟放牛吃草有什么关系啊？教练，怎么啊？可不可以不要放牛吃草？我想练球。娜娜。 你忘记布偶老师说要服从教练吗？好吧，既然领队不准我们放牛吃草，阿苏，有，像上次一样带大家去跑步，不准喊声。跑完步以后去练街头，也不准喊声。练完街头去挥挥棒，没事不要喊声，懂不懂啊？懂。还有啊。 跑步之前，你先带他们去旁边暖身，一样不准出声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等等，有向左转，跑步走。哎，为什么你不准他们练习的时候喊声啊？这道理很简单啊，因为喊声会吵到我睡觉嘛。 练球，你竟然睡觉啊！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去找布啊，别烦我。还有啊，那边有一棵树，如果你累的话，可以去眯一下，很舒服的哦。好，杰森，你太夸张了，哪有像你这么混的教练啊？凭你也配当教练吗？ 起来啦！起来带训练啦！散吧，不要以为你是女的，我就不敢动你啊！怎么样，动动看啦、啊！更小灯熊体，叫不来批评你啊！看谁站得住脚！金儿。
现在呢，我们要进行的是秘密特训。秘密特训呢，除了教练还有球员们以外，其余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参加，包括领队。领队为什么不能参加？领队的职责是什么？平常的时候带队训练，比赛的时候带队出赛，还有生活上要管理球队成员。有可以参加秘密特训这条吗？啊，没有嘛！既然没有，就不能跟了。再见。我们要做什么秘密特训呢？这个秘密训练呢，就叫做机器一日游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们当导游，带我去机器最好玩的地方逛逛。教练，教练，我们去抓鱼。教练，我们去后山打飞鼠。教练，教练，跟我去烤番薯。教练，教练，我们去甘蔗田抓田鼠。好的，各位导游们，别急，好不好？机器这么多好玩的，该先选谁好呢？我知道了，今天。我们就先跟队长阿苏一起去抓鱼，好不好？哎，是魏婷老师哎，母老虎会慢跑哦。谁是母老虎啊？魏婷老师啊，因为我们功课没有做，被他猫到头上都是苍蝇在飞呢。对啊，我只是晚一天教过可以。就被他骂得头上都是苍蝇蚊子在飞，而且啊，他很容易就生气了呢。我们每个人都被他骂过。来来来，教练帮你们出气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回过来。好，所以现在，你懂了吗？懂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加水。不要动不动就生气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真美。不要问我功课做了没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回头看嘛。我们送你个大炮头，让你难看。嗯。让你难看。启辰教练，你真的很没有礼貌哎，还乱叫小朋友什么打鼠的，什么大爆头，什么给你难看的。你不知道为人师表首重的就是身教吗？伟霆老师，我可没有乱教他们哎。在棒球比赛的时候，如果对手送你一个爆头，可是一个大礼物哎。你可以保送，你可以上垒，甚至你还可以轻轻松松的得分呢。我不是什么棒球队的，我不需要这种礼物。请你们不要再胡闹了。教练，想不到连你也被骂哦。你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好玩就好了嘛。小姐呢？小姐呢？来。
休息一下吗？真的、哦？当然、啊，休息一下吧。大家不用客气，我请大家喝可乐。啊啦啦！哎呦，你又在装扮风景破了没哈？哎，教练在这边，怎么轮得到你请客嘞？当然是教练请客，这样才对吗？才是对你的尊重，黑猫。可是我也没钱呢。哎，没有关系啦，我给你赊账呗，等你领薪水了再拿来还我，就做对了呀，哈。赊账？太好了，反正我随时都会逃跑，赊再多也不怕。既然富妈都这么说了，我是自然要请客啦。今天大家喝什么、吃什么，尽管拿。来，登记外面，我登记里面呢。哎，要不然就放弃，我们就要了钱呢。哎，不用客气啦。反正到时候一走了之，我又不用付钱。教练，我们哪时候才开始训练？现在正在训练啊！哪有？只是在玩水，不是在训练。我们不走了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就在训练肌力啊，而且在水里面啊，还可以训练投手平衡感。你看，像我这样子，走。像我这样手在水里面动啊动，我就是因为这样的，我投球才这么厉害啊！对吗？太厉害了！教练，我不想在这边训练，我想回学校。这么好玩，你不玩？随便你要去旁边干什么都好啊！啊！你看，我抓到鱼了！哦，阿叔，厉害呢！你又不当投手，还可以去抓鱼哦。阿龙更厉害，他们家是捕鱼的。耶，我也抓到鱼了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哎，打鲁接好。哇，这个呢，以后内野守备。二垒手短抛给捕位游击手，我们就这样练，好不好？好。对。这鱼啊，敢是拢山顶溪底鱼啊？阿公，你今麦看会出来啊？抓这么多鱼，你会抓鱼哦？当然不会啦，我哪那么厉害啊？都是拉拉他们抓的啦。洪景胜，是把球队带到哪里去了？不是说是秘密训练的吗？哎，你不懂啊！秘密训练当然要保密啊，保密防谍，人人有责，有没有听过？you
我才不管什么保密防谍，我是领队。明天我一定要跟球队上山，看看你做什么训练。就内野守备训练啊。什么内野守备训练啊？你看你连听都听不懂，还想去看懂？笑什么笑啊你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你这……哎，好啊好啊，卖吵啦哈。真食饭啊，人讲食饭皇帝大哈，搁再讲你安尼吵，我哪食会落？人教人变安怎教吼，人都安怎教啦，你还搁在这边创啥？阿公，你怎么帮一个外人讲话？啊，外人嘛是人啊，吃啦，跟上跟上。小麦学长，我最近搬到阿公家，生活上还不能适应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这点困难吓不倒我的。我一定要克服一切，带阿公回台北，这样我就能去美国找你了。P.S. 这里还住了一位讨厌的骗子，从台北一路跟着我到基奇。说是棒球教练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惹人厌的样子，你一辈子也学不像。小五，几点啦？教练跟球员怎么一个都没到？小五，小五，我们霍华总，我们去山上。去山上？我真要找你一起去山上呢。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啊？我们真的很有默契哦。太好了，原来你也觉得启胜有问题啊？我就知道。明明是带球队去抓鱼，还敢说是秘密训练？布瓦总，我们一起上山找启胜，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啊？你是要去山上找启胜的、哦？不是吗？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因为我在山上准备一些活动啊，想要找你一起去。我还以为你猜到了呢。你要带我去打猎啊？不是啦，不是啦。不过，哎呦，反正都要上山去啦，上山看到的时候就知道啦。哦。哦，对了，不管。我常常迷路，对这边的山路又不熟，还是你走前面好了。好，好啊。那我带路咯。嗯。我们去训练好不好？这里很好啊，我不喜欢玩水啊。来这里只是玩水，又没有训练什么。哎，你乱讲什么？昨天我们有用鱼练那些手办呢。对啊，不要你不喜欢游泳就乱说话。对啊对啊，你昨天才偷懒呢，偷懒还不下水。阿树，管一下你妹啦，她很奇怪耶。哎，娜娜，你干嘛这样啊？那我不合群。我就是要训练，不要玩水。你哎，好了，大家不要这样说娜娜，她不下水，等一下还可以帮我们烤鱼啊。我才不要嘞！
你这臭男生！阿叔，去把你妹追回来。教练，不要管他了，他们是都这样。教练，等下抓到鱼的时候，我考给你一次教了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冲啊！ 你唱歌好好听哦，你想要学吗？我可以教你呢。好啊。咿耶咿耶咿耶咿哟呀，咿耶咿耶咿耶咿哟呀，乌啊咿哟呼咿呀，乌啊咿哟呼咿呀，咿耶咿耶咿耶咿哟呀，咿耶咿耶咿耶咿哟呀。 唱得好像不大好。哎呦，没有关系啦，这首歌本来就是要慢慢学的啊，我也是在山里学了很久才唱得好的呢。啊，对了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首歌的意义，你等下就会看到了啦。 真的很喜欢哦，喜欢啊！阿公说的没错，这里的大自然真的要用心体会。你看，像这个多像爱心啊，就算用排的，也不会排得这么刚好吧？大自然真是奇妙，下雨的时候，溪水竟然会把石头冲成这个样子。其实。 是我发现的啦。不啊，这真的很不可思议耶！如果是我来排，可能要排很久，会很辛苦，更何况是溪水冲刷，怎么会这么刚好啊？错啊，真的很刚好哦。这个大自然真的很奇妙呢。 谢谢你带我来看这个，还唱歌给我听。哎，那我们继续走下去了。哦。哎，娜娜，哎，娜娜，你怎么没跟大家在一起啊？他们都在上面那边玩水啊。玩水？不是训练吗？没有啊，在上面抓鱼烤来吃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我要回家了。 这次一定要让那个洪启胜好看，不，阿总，我们去教训他。小五。
你慢慢走啦，小心一点，这样很危险呢。慢慢来，小心。小五怎么了？我的脚好像扭到了。很痛吗？嗯。哎，我看看一下。看起来好像很严重呢，你不要勉强上山了啦，休息一下呢。对了，你要不要喝水啊？我帮你去找水喝啊。嗯，谢谢。水来了。水了，水太少，都流光了呢。那我再去装啊。水来了，赶快呢，要不然等下又流光了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来了，我背你下山呢。这样好吗？我很重哎。不会啦，你那么轻，而且你脚这样子怎么走下山？那就麻烦你了。洪启胜啦，害我上山扭到脚。你们一样都是男生，怎么他那么讨人厌呢？不像你，对人都很好，很有礼貌，而且还处处帮我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要告诉我那首歌歌词吗？哦，没有关系啦，不用唱的，只要你明白我的心意就好啦。那你再唱吧。嗯，好啊。耶耶耶哟呀，哇哟吼呀！耶耶耶哟呀，哈哇耶呀，哈哇呀！阿公，小花脚受伤了啦。啊，是安那人拢爱脚受伤啦。都是那个洪启胜啊，我就是为了要收集他偷来的证据，所以才受伤的。哦，啊，恁两个大家去山顶去哩哦，哈，你都知影怎个讲袂听呢，哈，暗好啊才有补啊，啊无你要落山啦，哈。阿补啊，啊多谢你呢，就知咱毋捌代志，爱直甲恁惹麻烦，歹势歹势。不会啦，阿公，一点都不会麻烦啊，不用客气啦。阿公，你看，我今天抓不同的鱼，做不同的口味给你吃哦。好，稍等我姐哦。哦。侯景胜，喂，教练怎么当的？竟然带小朋友去溪边抓鱼，这是训练棒球的方法吗？啊，你不懂啦。是让他们先放松，这样我们才会认真练习啊！你还狡辩，明明就是偷懒，说什么练习啊？一定是你喜欢吃鱼，才叫他们抓给你吃的，对不对？利用他们对你的信任，你真是大坏蛋，不配当教练！你是哪个眼睛看到我们在玩水啊？我说是训练，就是训练。不管说这是我的责任啊，管这么多干嘛？我当教练又不是你请的，骗子，你就是骗子！像你这样的坏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可以把你抓起来。真好笑，你怎么不去当警察啊？大学都考不上的笨蛋！你说什么？
再说一次看看。大学都考不上的笨蛋。哎，好啊啦，卖差啦，有鱼也好吃，全吃鱼啦，差啥物？啊，齐胜啊，你安尼吼帮大家钓正侪鱼，啊，搁替只囡仔训练拍野球吼，真辛苦吼。没啦。阿公，我先进去煮鱼了。好了。骗子，你这个骗子！哎呀，小五啊，你就不要生气啦。我找齐胜过来，就是要信任他，给他带领球队的权利。而且，我们也真的没有看到他偷懒嘛。就算他的训练方式真的引起争议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，相信他可以带领球队赢得冠军啊。校长，你来看我们练球哦。我听说新来的教练又喝酒，又带小朋友上山去玩水抓鱼，还骚扰女老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从没有看过这种棒球教练，难道学校的钱就可以这样随便乱花吗？不啊，你到底请的是什么教练啊？校长，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些误会啦。我可以跟你保证，齐胜教练是一位好教练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啦。现在很多事恐怕不是你的担保就可以决定的。校长，你的意思？最近学校要购买新的风琴，必须节省经费。现在教练的钱呢？学校实在付不出来，我希望你以大我为重，先暂停棒球队的一切活动。你的意思是要解散我们棒球队啊？这件事我会召开校务会议，就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棒球队的存废。不啊，你也应该听听其他老师的意见。学校确实花了很多的经费在棒球队的身上，这实在有必要好好检讨一下。哎，不，棒球队要解散了，我会不会拿不到薪水啊？我会想办法付你这个月薪水的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在这里我恳请大家继续支持棒球队，因为棒球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梦想。我跟这些小孩子相处了几年，把他们从失学的边缘找了回来。他们从没有责任心，没有希望，到现在他们懂得什么是团队合作，懂得什么是积极的人生观。一旦球队解散了，我还能叫他们相信什么呢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，可能因为球队的解散，一下子就把所有东西都打碎了。布瓦老师，你如果真的为这些孩子们着想的话，那应该多让他们花心思在读书上面。打棒球不一定有未来，但是读书是一定会有。布瓦老师，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不是吗？
在这里，我想要跟各位提一下我的哥哥马耀教练。在座的各位应该都认识我哥哥，这个棒球队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。我们在很苛难的环境之下练习，为的就是希望球队能够创造奇迹。虽然我哥哥马耀不幸过世了，但是今年有新教练启胜的加入，我相信我们球队一定会有好的发展啊！请各位继续支持我们，不要让我哥哥的希望落空了。老师，就不要再反对了，赞成棒球队吧。就不要再反对了，让小朋友继续打球吧。哎呀，教练，一切就拜托你了，好吗？好了，既然大家无法达成共识，那就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吧。少数服从多数，不得有异议。在场有七位老师，赞成解散棒球队的，请举手。一、二、三。赞成解散棒球队的有三票，明显未过半，所以我宣布，加上教练一票，四票，已经过半。那么我在此宣布，棒球队从今天开始正式解散。我们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输？差一票输了，这次棒球队真的要解散了。到底是谁让我们输的那一票？到底是谁投的？是校长对不对？他看起来就很小气，还是伟霆？对，一定是伟霆，他每次都找棒球队的麻烦。真的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？小吴会议决定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了。没关系，大家不要难过，就算没有学校的支持，我们应该可以自己练球啊。大家千万不要认输，我们还要得冠军，哎，对不对？不啊，你跟大家说几句话嘛，跟大家说几句话嘛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哥哥交代啊。老师，我们要继续练球吗？老师，我们要继续练球吗？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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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
华老师一个人好好静一静吧。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大家是不是还可以这么快乐的练球，但是今天你们每个人都还是球队的一员，而我是领队。在太阳下山以前，我们球队都还是激情棒球队，所以我们要练习跟以前一样练习，直到没有力气为止。对我而言，今天至少今天我们球队都不算解散。你们的练习声还有口号全部都要大声地喊出来，让那些投反对票的人听到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多爱棒球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起身，教练。找我有事吗？我是想跟你道歉的，因为你的那票很重要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想不枉老师是不会死心的，所以真的很谢谢你。我现在对你真的是大大改观，原来你也是个明理的人，所以我收回之前对你的批评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。没有啦，我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啊，我只是，也是啊，只是想要有时间和伟霆老师约会。伟霆老师，你什么时候要和我们约会啊？只要棒球队一解散，我的时间可是很多的，怎么样？学变化球，教练，我想学花嘞。教练，我们想学外野防守，可不可以教我们？教练，教练，他们想学的，我都要学。教练，我也是。教练，我也是。站住！教练，我也是。教练，教练，你不要太得意。有一天我们球队拿冠军的时候，你这个坏人就不要来庆祝。真可笑，棒球队已经表决通过解散了，怎么拿冠军？怎么不行？你们私下表决都没问过小朋友的意见，这是霸道，所以表决应该不算。我们还是要继续打球，我们还是要拿冠军。你真的是不可理喻。你们是不可能拿冠军的。为什么不能拿冠军？我说不能，就是不能。哪有教练这样打击队员士气的？你是教练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？我看你就像跟老鼠屎。我看你才是拖油瓶吧？说谁是拖油瓶啊？不懂棒球还当领队，不是拖油瓶是什么？你，我懂了。投赞成票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是你投了那一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又怎么样？我都是为了他们好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会的球队，是不可能拿冠军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布瓦？他对你这么好，简直就是忘恩负义，无情无义。我看你不只是颗老鼠屎，你还是小人骗子。说够了没有啊？懂什么？打过棒球吗？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被剥夺的。打得好是应该的，打不好就变成千古罪人。我不要这群孩子变得跟我一样。打棒球能干什么？拿过三个冠军又怎么样？你没饭吃的时候，
棒球能当饭吃吗？没球打的时候，还有人会当你是英雄吗？打了十几年棒球的人是我，我知道我投这票代表的是什么。基奇国小是不可能拿冠军的，不要再浪费时间练球了，让大家赶快回去上课，才不会变得像我一样没有用。哥，今天球队解散了，我没有脸见你。你干嘛扮成三 D 公主啊？我是为了替球队筹经费，牺牲小我。我问你哦，我到底可不可以预支薪水啊？麦血，不把老师，你真的要我们大家都去卖血哦？爸。去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，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，以为你会懂，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。我知道你还是爱着只要我加油，我知道你还放不下。